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。你个女啦。讲先，叮！祝你哋今晚攞落拖，财源滚滚，猪年大吉，猪龙入水。今年我四个哇，正月丰收，十六点啊？唔知好冇啊？哎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今年大年初二帮朋友搬家。你先讲大话，不给我。现在叫他爹地妈咪去喂，不用这么快回来，我可以帮他照顾 baby 一下。小丽娜，小丽娜现在在睡觉，这么乖。我吓到一跳，我现在也不敢弄噪音出来。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一点声音呢？我照顾小孩子的经验来讲哦，就是整间家不要太近，因为整间家你一太近哦，小孩子睡到太安宁哦，你一稍微有一点点小声音，他就会吓到。如果你要出来喝咖啡，帮我打包杯飞来啊！别在睡觉呢，最好的时候呢就是做一下家务啊，煮一下饭啊，做自己要做的事情。所以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剪片。得先，Good morning， 年初六快乐！今天也是星期六，其实现在已经是下午了，现在已经是12:01，差不多要一点。因为昨天去朋友家赌博，赌到半夜2:00才回家，然后3:00才睡觉。这应该是我在新西兰最破纪录的一次，真的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，可以这么夜睡觉。去买菜，买一周的菜，然后下午3:00呢会跟朋友去另外一个 part， 他们好像有一个 event， 什么新年的 event， 想要去看一下，看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拍点东西出来。因为夏天呢，新西兰的水果特别便宜，就可以买到很多很多很便宜的水果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哈密瓜。橙 ，avocado， cherry， 苹果。新年大家吃柑呐、啊，那时候我们吃太多很油腻的东西，想做一点百香果汁。百香果很贵耶，1kg $14.99，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是不是也是卖这样子的价钱，我是觉得很贵一下啦。不过好歹它轻，它
桃子，我之前是吃 apricot， 另外一个桃子黄金桃，这个黄油桃我是没有吃过，我看到很多人选，所以我就去买两粒来试试看。买了一袋蘑菇，我最喜欢的番茄，番茄里面呢茄红素很高，所以我超喜欢吃。夏天里面买番茄是最好，299一派。如果你是在冬天，799一 kg， 899一 kg。我朋友说在兰岛他有看过12.99一 kg， 神经病。红萝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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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红萝卜。这是我男朋友要的，他说夏天一定要喝红萝卜哦。然后就是龟苓膏，还有豆腐。今天我是没有买肉类，因为上个星期还有很多肉还没有煮。桶要放多少嘞？放一汤匙。一边加半粒，够了哎。My God， 那个太阳大到，我应该戴帽子，我眼睛根本都睁不开。然后我还没有擦 sunblock， 死定了，这次真的死定了，真的是太热了，我受不了，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我 supposed to 应该要戴帽子跟或者是戴雨伞，我必须要走了，太晒了，再晒下去哦，我觉得我又皮肤癌。现在是下午3:30的时间哎，好毒好毒的太阳啊。OK 啦，有吃的，有看的，有表演的，可以值得来看一下啦。如果大家很空闲，在家里没有事情做的话，我们现在出发去朋友家。什么餐桌？这来的。送我就是。花絮每个要放在。这样。来。这样。这样设置一下。好爽。啊，你要上秘书。是吗？啊，对，要这样，对。帮我买一套。你刚刚吃了什么麦片呢？这包薯条不是拿来吃晚餐的吗？嗯，是吧？好，先喝酒，泡茶。我把钥匙留在车上，然后我男朋友把车驾去上班。我怎么可以这样蠢？那我现在要塞衣，我现在门就出不得。所以我必须要走后门，要把衣服拿去外面走一大圈，外面晒晒了之后又再走回来，这人生就这样子浪费，一蠢不能二蠢。是带衣服从这个窗口放出去外面，后门走路过去，哎呦，顿时觉得自己很聪明。终于把衣服晒好了，好热啊外面。好晒呀、啊！好晒呀、啊！嗯。给你啊！那我们讲话生动一点。我梦几希望每次可以像天马这样拍。然后每次呢？还要唱鬼哟、哦，每次。不然他拍不到照。啊 ！IT 应该，什么？你在讲人家读大学啊？IT 应该会的吗？我 IT 应该会的嘛？我一直以为偏是，我一直以为是美生帮你抓鸡啊。姐，我俩 OK， 我们来这，然后很懒散的感觉。绝不死了啊！Hello， 今天还是年初十二，大家新年快乐。前几天呢，因为大家都在做工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出去，也没有特别庆祝。
都是在做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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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礼拜天，明天我们都不用上班，所以就跟我男朋友出来吃个饭。我们今天晚上要吃的就是这一家 Depot。Oh my god， 人超级无敌多。好多人呐、啊！你呢個屋企嘅距離啊，去 KL 啊，好似除啦，去 KL 啦，好近係咪？但係呢度，因為呢度就覺得遠咯。冇傻啊，買得到偷笑嘅喎、啊，除啦去 KL， 你而家。写的啊，不然呢？